我要成为聪明又有用的男人。我可以帮助你。九点好汉在一班，九点好汉在一班，头脑灵活，四肢发达，玩大冒险。首先要修理你的脑袋。阿雄，流血流汗。He's thinking。要聪明，也要会耍帅。是一个人。具有挑战极限的体能，学习大无畏的冒险精神，与动物零距离，成为真正的勇士。天下的男人注意了，每星期一至五，国家地理频道让你变猛又变勇。九点好汉在一班，每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，国家地理频道。